长在沙漠里的蜜瓜，你们吃过吗？先看视频。这个呀，可不是普通的瓜，这个是咱们甘肃民勤独有的沙漠蜜瓜。给大家打开一个看看，咱们这款瓜，你看，汁水充足，吃起来啊，水嫩多汁，而且你看，果肉是金黄色的，糖分也非常高，吃起来特别好吃。沙漠长的瓜，这能吃吗？你们有没有刷到过沙漠里的西瓜有毒不能吃的视频？这蜜瓜吃了不会有事吧？视频同款甘肃民勤蜜瓜，我买回来了，29.9元，8到9斤，而且是包运费。我们这边超市的蜜瓜都得小10块钱了，原产地的水果这么便宜的吗？他不会给咱发的这些次果尾货吧？咱们先称一下有没有缺斤短两啊？刚称了一下啊，三个果子一共是8斤多，质量没问题。然后是一大两小，这个最大的是4斤多啊。咱们切开尝一下，味道怎么样？看一下啊，里面确实是黄澄澄的，颜色非常漂亮，看着跟哈密瓜有点像。切好了啊，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这瓜真好甜，你一入口立刻就能感觉到，真的就跟蜜一样啊！我感觉比哈密瓜甜多了。这瓜真的好甜啊，夸张的说啊，感觉就跟撒了蜜、撒了糖一样。而且你们看一下这个皮啊，真的也不厚。这个瓜真是太好吃了，满口张连，非常多汁。你说它在外面卖90块钱一斤，我都信。关键原产地发过来才合到3块多钱一斤，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。不过这个瓜库存不太多啊，你又没吃过的可以赶紧拍一单尝一下这个瓜，真的是超级超级好吃。